我觉得 FIR 成军五年来，其实三个人都有很多很多成长的地方，但是他们私底下的一些相处模式还是歌迷朋友很好奇的。我觉得飞有点可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生的关系，就是你常被其他两个男生取笑说你可能神经很大条啦，忘东忘西啦，可是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你是一个细腻的人，你要不要反击一下，就是他们两个是不是也有神经很大条的时候？其实说实在，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还蛮矛盾的，因为我其实常很粗心，但有的时候，可是因为我要 take care 的小东西很多，我生命中充满了小事情，所以脑袋记不住，没有办法装下那么多，就是 CPU 会跑很 loading 很大，所以常常就是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对。但是有的时候我要这边 complain 一下，有的时候男生也会忘东忘西。对呀、啊，就是好像比如建宁老师也蛮常因为工作狂的关系而疏忽像生活上的小细节，不是吗？老师还老师在咬牙哎、欸，老师你干嘛咬牙？你我什么时候忘东忘西、啊？不要威胁他。老师是还好啦，还好，所以阿庆比较容易忘东忘西。阿庆。可能他的配备比较多吧，所以也是会有，所以大家都有借口了，都有理由，所以你们以后不能再取笑他、啊、其实我们也没有取笑他，也没有啦，大家也都互相习惯 cover。 那我觉得飞是比较缺乏安全感，像我们出国啊，他的东西什么都要带，这个我们常号称他那个叫冰箱啊，它重量跟冰箱差不多。那是因为里面会有些吃的，所以感觉像你平时啊，缺乏安全感。你是怕来有怕饿，路途上会饿就对。对啊，我很怕饿，真的哦，我不能忍受很饿，所以你很饿，可能唱歌的关系，没因为你没有力气，就没办法唱歌，所以食物是很重要的。我其实还蛮研究，就是所有的就是环环相扣因果，对。好想要请教三位，就是其实这一张专辑真的可以说是销量跟口碑都非常的不错，就其实是向飞跟阿庆担任制作人的部分，感觉也已经受到了肯定。这个会影响你们，比如说这一张你们比较想要传达自己的感受，跟前面几张不太一样，会影响你们下一张的想法跟概念。下一张，觉得每一张都是慢慢的越来越明显，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并没有去预设未来会一定要走什么样子的方向，但至少我觉得在前五张，包括这一张，我觉得我们每一张都有做到我们要给大家表对表达给大家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飞，你之前好像有讲过说，如果你没有签约当歌手的话，可能会在美国学音乐啊，或是变成什么爵士乐团的主唱。你有想过 FIR 可以发一张爵士专辑？没有，我觉得应该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没有必要硬要，因为我觉得爵士这个东西是你就是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对。如果是硬为了要去做爵士而去硬做爵士，其实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哦，所以那只是音乐形态。但是我觉得 FIR 虽然说很多种音乐类型都有试过，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是那个包装。音乐 style 都是一种包装，对我们来讲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们不会想要像国外那样的音乐分类去专做一张，就是整张都是什么样类型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喜欢的音乐类型是比较有各自的比较坚持的那一块，但是我觉得在 FIR 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喜欢的音乐是比较类型是不一样的，所以才可以做出比较融合一点的这样的音乐。那如果要单纯变成一个纯什么的话，其实对我们三个人来讲其实是有点没有意思，算是刻意去做，反而就失去那意义了。对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要设定要变这个样子。对，那我觉得如果是个人的话，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阿庆的部分可能比较适合就是像日系摇滚那点东西，或者是比较台语歌，会发台语专辑吗？吓到了这样。那我的话可能就是我自己去。就是如果有作品的话，是一个这样子独一类型的，对，而不是融合的。那建宁老师也可能他在制作别的 case 上面可以放这样独一 style 的东西，但是在 FIR 里面可能就是比较不会去朝这样子的，不会朝这种方向就对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就
比较多是以摇滚为基底的东西，对，在做很多融合，因为摇滚很好融合其他种类型。好，接下来改版之后呢，其实三位有很多的行程，对不对？主要是会在哪边跟大家见面嘞？介绍一下。今年有很多的计划，今年发最重要的计划就是世界巡回演唱会。那在三月份我们在北京，然后在这个内地很多的城市陆续都会展开，然后在年终的时候可能会在香港红磡。跟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最后年底带回来台湾，所以基本上今年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那我们基本上会以 live 演唱会为主。那台湾的朋友呢，我们并没有忽视他，所以阿健可以说一下，我们在有很多的校园演唱会的计划。对，因为校园这一块也是我们 FR 就是还蛮喜欢的地方，因为校园同学都非常热情。所以今年现在开学了嘛，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校园演唱会。所以其实大家。这个学校啊，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校园演唱会都是学生会在举办嘛，对啊，也可以 push 一下，可以邀请我们过去。所以校园演唱会还有歌迷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年底回到台湾来的世界巡回，对不对？好，随时注意一下 FIR 的动态了，记得上官网查询一下。也非常谢谢今天 FIR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希望你们这个改版之后仍然是大卖，好不好？好，谢谢三位，谢谢，谢谢。我搭上了家的车，想到今天你说过的字句 You are my dear friend、嘴角扬起吸了口气，望着天空，吉他在我怀里，星光下勇敢着、想要轻松哼着歌曲，漫步向海边，找到自己一起带的路，完成我们曾经的梦 The dream Find my way 昨天的事都排成就电影 Find my way 继续下去做我要的自己 Find my way 不想后悔许下冒险日记 Find my way Find my way望着天空，吉他在我怀里，星光下勇敢着。想要轻松哼着歌曲，漫步向海边，找到自己期待的路，完成我们曾经的梦 ，The dream。Find my way， 昨天的事都拍成就电影。拍成就电